那大概20年前就在立法院，在那个位置，那个位置被背刑。来到立法院20年前，画面已浮现，站在这里被询，一旁朱主席也想起曾在这里质询。25年前我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，这边是机器委员会，现在还是机器委员会。那我都是很早很早到立法院来。青年团模拟立法院活动，请来侯总统先实习，毕竟曾说过首要政见就是当选后会来立院接受监督。未来我当选总统，一定会到立法院来做国情咨文报告，按照宪法，我会让我们全国的民众知道未来的总统要把我们全国带到哪里去。这政见只差有没有机会来实现。侯友宜积极拉近青年距离，但党内杂音也还没摆平。不过最近吃素是很流行啊，那不能用吃素来诅咒了，因为大家会说那吃素很健康啊，对不对？我尊重每一个人的饮食自由的选择，假说嘛是礼拜的一个选择啊。南投副议长不惜吃素当赌注，诸侯虽打哈哈带过，但该处理的态度还是要有。任何影响党或者是影响我们的同志的，都由我们考机会来严正处理。党内有倒戈挺锅的，也有要下架自己党的，考机会最近要忙的案子还真不少。TVBS 新闻李国伟、洪富华专访于 SNG 小组台北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